掌声欢迎最后一位赵启峰。哇，不错，冠军来了，冠军已经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啊。哎，想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啊，这一季呢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是杨波，但是他没有走到总决赛，让我非常的遗憾。所以我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啊，把我第二轮的名额让给了杨波啊，让他代替我出战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。Hello， 我是杨波。周奇墨一直很鼓励我，他说：“杨波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我看好你。这个风格，如果你不可以，我也可以。”这太像我了，这比我都像我。太牛了。周奇墨之前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的，是教英语的，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都成功的留在了国内。他虽然教留学考试，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，只去过冰岛。我喜欢你们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们继续。周奇墨从小就很爱模仿。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，老师让全班同学挑一个《水浒传》里的人物扮演，周奇墨就选了里面最壮的一个，刘欢。哎嘿哎嘿，参北斗啊，曲上曲子一碗酒啊。你们可能会想，为什么我对周奇墨的过去这么了解？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，那可能是你傻，因为他在扮演我呀。周奇墨跟我说，他在比完决赛之后想去跑马拉松。我说，奇墨，马拉松你就不用争第一了，因为在我心里，脱口秀你已经排第一了。不用等了，这里没有反转。当时我俩正聊着天，然后博洋走过来，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：“马拉松，我最不理解的运动就是马拉松。
雅典跟波斯打仗，打赢了，然后派了一个跑得最快的士兵，连着跑了42公里，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，然后当场累死了。我不理解的是，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所有人的反应不是人不要连着跑42公里，会死，这是生理的极限。大家的反应居然是，要不我们都试试啊，传个局。你想一想，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，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，他什么心情？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仿佛都在跟他炫耀。哥们儿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这怎么会死人呢？你弱爆了！哎，建国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建国。啊、那个，我就接着不让再往下讲了啊。其实这个士兵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吧，他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胜利了，雅典得救了。”然后才倒地死的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特别懂得什么叫优先级。因为但凡换作是我，呼哧带喘跑了这么久回到雅典，我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水，妈呀，渴死我了。然后啪倒地死了啊！就剩下那些雅典人围着我的尸体在那纳闷，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，大老远跑回来喝口水，前面打的什么仗，口水仗吗？这太像，对，就是最后这一段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博洋、杨波，咱们仨说的差不多了，把舞台还给周奇墨吧。啊，周奇墨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走到这儿啊，已经有很多人被淘汰了。怎么说呢？实至名归啊，实至名归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其实虽然有很多人、很多演员被淘汰了，但其实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走到总决赛的。我给你们解释，比如如果没有杨波的表演，就没有我今天的表演；如果没有建国、程璐帮我改稿子，就没有我决赛的两篇稿子；如果没有 Rock 对我的鼓励，那对我也没啥影响啊。有影响，你听他鼓励，你想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加油！我只想说呀，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，就像刚才蛋总说的，我们不是对手，我们是竭尽全力相互扶持，做了一场喜剧秀给大家看。我们这些人永远是一起的，我们跟你们也永远是一起的，是喜剧让我们相聚，谢谢你们。请大家为冠军投票，来，冲！